系唔中意食納豆。今日已经落咗第五至几日雨啦，哎呀，你冇爆光，我想出去玩啊！Good morning, everyone.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 Yeah. 今日咧就是一个好久违嘅宅家 vlog 啦。咁同时咧，我都会进行呢个一日三餐嘅纳豆挑战嘅。讲明先，我是不喜欢吃纳豆。最近咧有女人试的时候咧，实在是有少少太辛苦啦。咁啱喺 IG 见到，原来纳豆咧系可以改善经痛的情况咧，因为佢可以补充荷尔蒙摄取量啦，跟住又可以令到我哋血块更少，同埋血量咧都会平均。喺呢段时期，我又觉得咁辛苦又咁闷啊，我嘅生活。咁不如就嚟啲有趣嘅嘢，去等自己成个生活有趣啲啦。咁所以就系咁样咧，就衍生咗呢个 topic 出嚟啦。哦，点解要咁样对自己？虽然我今日咧就系会挑战一日三餐嘅纳豆啦，但系我就唔会食三盒纳豆。纳豆咧，佢一盒大概50g咧，就已经100卡嘅热量噶啦。咁所以咧，唔系好建议大家食咁多一日内。日本嗰边有个纳豆拉面啦，咁但系去唔到日本，我哋就不如嚟自制一个纳豆拉面啦。但系佢就唔会系一个好原始嘅纳豆拉面 feel 啦，佢会系。納豆炸醬麵我真的覺得我黐了線，我發生什麼事啊、炸巴給提I've been out of my head试下普通的炸酱面味，劲好食，就是炸酱面味。Oh my god！ 试完普通的炸酱面味，我哋而家咧就嚟摧毁佢。准备了一杯水，先拆开包装，取出纳豆，用酱油和黄芥末撕掉上方透明的膜，多次搅拌，跟住再倒入啲酱。OK， 啊，好惊啊！哦，又唔系臭嘅，佢有阵酒味咯。喂，点搞啊？呢啲丝肉乜嘢出？佢咪唔会断噶？咩先？冷静啲先。哦，断紧啦。咪先，咁我咪成房都系呢啲丝咯。啊，核突啊！我觉得咧，我真系成世唔会再食呢样嘢啦。搅拌黏性越高，吃起来会更加美味。咁我要搅多啲，我唔想，个早餐就咁样被毁掉。唔该，你要好食，劲似鼻涕咁啦。哦，跟住我哋就要加入豉油。劲细包咯，系咪真系 OK 噶？佢冚唔冚到啲味？我会唔会呕噶？哇！我哋试食，OK， 3、2、1，唔系喎，好食喎，发生咩事啊？
佢有阵微微嘅酒味啦，跟住啲豉油味咧系救咗纳豆嗰阵豆味咯，啲豉油系令到佢甜甜地、咸咸地啦。唔过原来你好食噶，如果大家唔中意嗰种发酵味或者酒味咧，应该唔会中意食。同埋佢啲豆咧好腍咯，所以你唔中意嗰种腍嘅豆嘅质地，即系好似红豆沙入边嗰种红豆嘅质地咧，你就唔会中意食。但上面嘅汁都系用大豆整嘅啦，咁呢个咧有纳豆，我相信应该会夹啩，唔好唔夹 please， 你要夹。这是什么？唉，试食。我是乜嘢我都经历过，呢、这个炸酱面捞纳豆一定唔会杀咗，冇事，我唔会死嘅。又够难食，佢纳豆的味道太劲咯，佢将炸酱面嘅味冚晒啦，所以我食嘅时候咧，纳豆味嘅捞面嘅感觉咯，有啲不可思议呢个味道。纳豆嗰啲呢一条条嘢咧，佢将个炸酱面个质感变到劲核突咯，好似食紧鼻涕咯，不停，好呕心啊！只味好想呕啊！而家剩低嘢就会交俾我屋企人，佢哋系陪我私服。咩先？睇到嚟呢度，你哋有冇私密处痕痒或者暗沉嘅问题呢？为咗解决呢个烦恼，今日我就要同大家介绍 TS6 嘅产品啦。TS6 咧就系台湾热卖嘅品牌啦，佢系专为女性设计嘅私密保养品啦，而且产品配合 TSEL 嘅专利技术，用咗新鲜牛奶发酵然后萃取嘅益生菌成分嚟平衡翻我哋私密处嘅细菌生态。我小学嘅时候成日因为唔够胆同老师讲想去厕所啦，所以就成日饮尿，搞到每一次去睇医生嘅时候咧，都系因为尿道炎嘅问题，而 TS6 的产品就可以帮我哋减少阴道炎同埋尿道炎复发，仲可以帮我哋维持翻私密处嘅健康噶。首先咧，就想同大家介绍呢支粉嫩淡色精华。有睇过舞团 Q&A 嗰条片咧，就会知道我哋成日都要喺隔粒底度搽粉底，等佢睇落冇咁黑啦。咁呢啲特别部位嘅肌肤会有黑色素沉淀嘅问题咧，就系、是、因为荷尔蒙变化啦、摩擦或者出汗。而呢支粉嫩淡色精华咧，系用天然嘅植物萃取精华制成，佢采用咗低敏亲肤成分啦，而且冇任何嘅化学成分嘅，减低丝袜黑色素形成，同时嫩白肌肤，仲可以抗衰老同埋保湿噶。佢除咗可以搽喺丝袜之外咧，都可以搽喺其他有黑色素沉淀嘅地方，例如隔粒底或者手铰呢啲位置啦。咁今次试用呢个 product 咧，我就搽咗喺我左手嘅手铰度两个礼拜啦，好明显见到左边手铰嘅位置咧系唔会好似右边咁样有一笪黑咗嘅位置啦。Overall 成个手铰位睇落咧都系白咗嘅。之后咧就要介绍我极力大推嘅呢个正味止痕粉霧。我前排考公开试嘅时候，因为长期坐喺度温书咧，就长期握住私密处啦。咁呢一支咧，佢除咗可以喺你嚟 app 嘅时候用咧，都可以喺冲完凉、去完厕所或者做完运动嘅时候都可以用。呢支嘢只系同我手板差唔多长度啦，所以系好方便携带。而且佢喷头嘅设计咧，好方便使用啦，倒转嘅时候咧都可以喷到。用咗呢个粉霧咧，就可以帮你消除嚟 app 或者做完运动之后嘅握味啦，或者痕痒嘅。特别喺做完户外活动之后喷一喷，可以避免到私密处黐到一啲恶菌。我哋平时嚟 M 嘅时候用 M 巾，好容易会积聚到细菌。呢支粉霧佢有抗菌嘅功用，咁就可以减低私密问题复发嘅机会啦。讲起冲凉用品，当然就唔可以唔介绍啦。呢个系 TS6 嘅洁净 mousse， 最近佢系长住喺我嘅厕所度，我每日冲凉嘅时候咧都会用嘅。点解我咁中意佢咧？就是、因为佢 mousse 好软滑啦，而且有一阵好香嘅果实味。用咗之后，除咗私密处会香啲之外咧，成个人感觉心情都会好好多咯。我哋私密处嘅肌肤咧好幼滑嘅 pH 值咧就大概喺 3.8 至 4.5 左右啦，但系市面上大部分嘅冲凉液咧都系由 pH 值 5.5 去到10左右，所以如果长期用呢啲 pH 值过高嘅产品咧，就会导致酸咸值失衡，私密处好容易会俾恶菌入侵。呢、这个 mousse 佢就属于弱酸嘅 pH 值啦，咁所以佢就可以好温和咁样清洁我哋私密处好脆弱嘅肌肤，而且佢添加咗茶树精油同埋芦荟萃取物，所以佢唔会乸之余咧好保湿啦，仲可以帮我哋舒缓到干燥不适嘅。最后咧就系、是、呢个 C
私密幽菌絲，唔知道大家知唔知蔓越莓嘅花青素對我哋嘅私密同埋泌尿系統係好有益，所以好多人都會飲蔓越莓汁去預防私密處嘅問題。但係大家注意翻，呢種水果嘅糖分係好高啦，所以好容易會引起黐肥或者其他嘅身體問題。呢款私密幽菌絲咧，佢除咗蔓越莓之外，仲有另外三種嘅莓果濃縮萃取成分，但係同時糖分好低喎。佢係一粒粒好似藥丸咁樣，好容易服用，但係價錢咧就同蔓越莓汁差唔多嘅。食咗佢咧就可以防止念珠菌、尿道炎、陰道炎或者其他嘅私密問題，同時可以消除私密處嘅異味啦，仲可以減少白帶或者豆腐渣等嘅私密處分泌物。佢仲有一個專利包埋技術，令到益生菌同埋莓果精華冇咁容易俾腸道吸收，直達我哋嘅私密處，咁就可以更好咁樣發揮佢嘅功效啦。而家咧就轉咗過嚟另一間房咧，呢間房就係屁人嘅房嚟嘅，但係佢而家就唔喺香港咧，我就暫時寄居喺呢一間房啦。咁呢一間房咧就係我暫時嘅 study room 或者 working room 啦，再加埋啱啱食完納豆之後嗰間房咧，真係臭到不得了咯。咁所以我就搬咗嚟呢度，而家就要剪片啦。我哋本身十號應該係4月1號啦。Tell me when you're coming through. I'll always be good for you. No matter what you're coming through. It isn't just about what we can talk about. Sometimes the quiet can mean more than the noise. Ooh, when I hear your voice, it's like a melody.所以現在是這樣的交流。第二餐呢，就需要這個碗、泡菜、納豆的。至於整些什麼呢，真的很簡單，就是將泡菜撈納豆，據說是一個 perfect match， 所以就來試一下吧。泡菜倒咗落个碗度先啦，入边就系跟咗呢个白萝卜肉。咦，佢呢个闻落嗰阵酒味冇咁劲，系咪啲大根肉中和咗？唔系唔好食嘅，但我中意今朝捞豉油嗰多啲。佢呢个豉油味嗰个咧，感觉会同全部纳豆都融埋咗一齐啦，阵味。但系呢个咧，你食落口嘅时候，你会食到分开嘅嗰种豆味啦、酒味啦、咸味啦，跟住就系嗰个大根蓉嘅味啦。吸取咗今朝嘅教训咧，我决定净系落半盒蒜，剩低个半盒就留翻今晚嘅最后一餐。泡菜加纳豆。劲好食咯！泡菜嗰阵辣味咧，系将纳豆嗰阵臭味冚晒咯。呢个劲好食，我以后如果食纳豆咁样食咯。同埋可能因为我净系用咗半盒嘅关系啦，所以个份量调得啱啱好啊。我而家好爱纳豆。而家嘅时间咧就系8:24啦，就够钟食我嘅最后一餐咯。我觉得我好劲咯，挨到去最后一餐。好啦，咁咧我就有啱啱剩低嘅纳豆啦，好少好少。然之后呢餐咧就要嚟最 basic 嘅食法咧，就系跟白饭。不过我屋企咧就系食红米饭啦，所以我就会捞红米饭嘅。倒落去。趁啲饭仲系热嘅时候食嘅话咧，其实都老胃咯，都系唔系一样太肚饿嘅嘢。咁呢个一日三餐纳豆嘅挑战咧就嚟到呢度啦。如果大家有兴趣嘅话咧，都可以试下捞饭或者捞泡菜，我觉得系 OK 嘅。不过捞炸酱面咧就真系唔好啦，因为真系好滞啦，同埋钠含量会过高，所以我就唔建议大家咁样食嘅。如果大家同我一样唔中意纳豆，或者同我相反系超中意纳豆嘅话，都欢迎留言啦。好想听下大家究竟系中意啊，定系唔中意食纳豆嘅？如果大家中意个系列，都可以话我知啦。同埋片头介绍嘅 TS6 产品，而家喺屈臣氏可以买到啦。呢条片咧就嚟到呢度啦。如果大家未食饭嘅话，都快啲去食饭啦。不过唔好食纳豆 ，please。好啦，我哋下次再见啦，拜拜。